学系还是要有学系自己的核心价值，然后要包山包海，我觉得可能太困难，除非资源非常多，哎，就是有另外一群老师专门来负责，就是说他已经觉得不太适合当艺术家的，重新再替他们开一个专业课程，除非有这样的资源，不然我觉得以目前的资源，尤其在台湾，可能这部分资源都越来越少。就算有心，应该也无力啊，绝对做，应该我觉得是做不到，以目前的资源面是做不到。对。